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急冲灶就是这么健康。管理宝藏家，就是我们开心。大家好，我是阿兹，又电台家见面了。国立徐再讲帅风面积，官面播出个地宝藏家。咱现在国家今夜个节目又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头顶三件烦恼事，交给托尼指一指。拥有眼光，哈哈笑，切记养生好重要。甚至四卦一起早，家中豪宅味道好。哎，木啊，这头发是剪过的是吧？哎呀，你居然看得出我剪的头发？我就是了。哎呀，这次托尼老师剪的一点都不好，害得我每次出门呢得自己捯饬半个多小时。那么办呢？下次我得一定找着好的托尼老师。哎呀，所以外面那些女的就是名堂多，剪头啊，别问的问，钱管我，我不管在哪剪的，我就固定那个啊。是给啥人给我剪呢？就给啥人给我剪，我一直话的，你肯定晓得，我要剪秀的。店员给我问来问去，不怕麻烦呐、啊？当然怕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就没遇到过一个靠谱的托尼老师。称他们为托尼老师，这群人就是理发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随处可见的托尼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体保球广告，我是地方小咖谢思杰。最近网上很流行一段话，换一种发型换一种心情，莫非这发型还能让人改变自我，换人生巅峰？哎，能不能走上人生巅峰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我走上人生巅峰的途中已经被托尼老师给折磨疯了。不知道你们在理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托尼老师呢？托尼老师好，请问您是来剪头发的吗？是的，剪头发要多少钱？是这样的呢，先生，中剪发25元，设计总监50元，设计首席80元，店长100元。这个普通剪发吗？哦，这样，普通剪发不可以保证您的头发质量，最好三思而后行。我就要普通剪发，为了您的颜值，还是建议您用好一点的理发师哟。我真的要普通剪发？是这样的，先生，不同的理发师的剪发手段是不一样的。我真的要普通剪发？听懂了？哎，明明只是想剪一个头发，却演变成了推销市场。还好上面那位没有动摇，不然就酿成了以下悲剧。是要洗头吗？洗头30元，来来，这边请。托尼，快带另外小姐去洗头。小姐，你的头发真的很毛躁，是不是没有做护理呀？这样很容易脱发哦。什么？那么严重？不过不用担心，我们这有全面护理，只要199元，这样可以让你的头发无比柔顺，还可以防止脱发哟。那好吧。五花八门的头衔给辅助，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哦。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一坐下来呀、啊、就开始给你各种推销的。对对对，你说这推销也就算了、他这手一摸说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要护理要保养，不然的话都要成秃子了，是是是，我这哪儿还敢去啊。哎，就是套路多哈、哎，你不讲我哪有我现在给他示范该知道的，你应该人家不把这都死啊，求你吧。你那个师傅呀，那万一我要一坐下去他给我剪个你这样的发型，那我还活不活呀？我还是祈祷下一个托尼老师会更好。哎呦，我现在托尼老师啊真的不好找，希望梦梦啊找到一个合适的感觉哈。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只有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齐声道就是这么健康。广告是要进在继续国立学再逛帅风眼及官方播出的体育广告。清明节已经过去了，在下一个节气谷雨到来之前，跟大家玩一玩公司跟用水要注意的方面，大家一定要照顾你尽量的。你平时应该要多加点茶了，来来，我来打些菜了。加个茶呀，我冇加茶。哎呀，好了，你买个绿毛绒的出来。哎，土，天然都土。啊，火焰绒啊，那么费事好的那个。最近的你会不会像阿芳和陈龙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容易眩晕，又或者是嗓子疼得不行呢？中医说这和最近的天气有关，到了春天里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在春天这个季节啊，特别是清明啊以后谷雨之前这个季节的，很容易高发一些眩晕的一些患者，特别是身体底子比较差的气血弱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肝主升，这个时候的气血不旺的时候，他就气血啊升腾不够，就导致淤血啊，这血就空虚在脑子里面啊，或者说整个血带不动，导致瞬间一些晕眩感，但让他休息一下，或者说低血糖的时候呢，就吃点糖，那就缓解。专家说，清明之后谷雨之前，人的肝火会比较旺，体内的气血不断上冲，所以容易出现心悸、眩晕等症状。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肝火旺呢？阴虚就是说休息少的人会导致肝火旺，就注意早点休息啊。然后饮食辛辣的胃火旺，那肝气上升也会加重这个胃火啊。所以说你要饮食清淡，这几方面结合呢，基本上就是说能够缓解。调整作息时间，注意饮食习惯，就能很好的化解。那阿芳的症状我们解决了，陈龙的呢？比如说你在春天这个季节出现火痛，多半是跟这个季节有关，对不对？那我们根据季节这个特性，肝主升啊，升过了又很旺，而本质它又肝虚的话啊，它又虚火啊。像这种情况，如果它喉咙痛，怎么一招能够解决呢？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办法，就是说啊，又有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啊，你按两个穴位肯定有效果，一是按内关穴解决虚火的问题啊，第二个你再按鱼具穴啊，解决实火的问题啊。你不管你是虚火实火，按这两个穴位，你持续的按到1分钟啊，都会有所程度的缓解啊。当然说你不能缓解，你不能硬扛，有问题还是及时就医，找到更合理的方案。清明节过雨之前，要注意一个方面，大家都听清楚了。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有养生的妙招，欢迎大家来告诉我。好，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齐声道就是这么健康。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国立学再讲帅风年纪官方播出的体保广告。前两年我们栏目个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把两把老仔就是一刀下巴牙饭就讲中。为什么呢？个老公啊，一下倒是进来个，老婆啊想家海鲜啊，结果呢不让得我，不让得你。要我话呀，我要是没得了讲个情况，我要吃海鲜，我老婆要吃进来的时候，一样来一碗不就完了嘛？夫妻之间啊，要互相理解、互相忍让，对不对？哎，今夜我们个美味家常菜就不一样了，一扎菜可以摆两遍。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美味家常菜这个环节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个刘傣族的和煮菜了。今天到哪个沙居来了？遵义沙居。好，遵义沙居。各位刘傣族就煮五个菜，好家不啊？好家。啊，各前几天都加了几个菜哈。今天我们要煮西的菜呢，在屋里会不会吃这个蛏子啊？会啊。啊，会吃，自己会烧。烧过一次，但是感觉不太好吃。为什么不好吃？怎么不好吃？那可能是我家吃的味道比较清淡，但是蛏子可能它需要口味重一点。哦，你家就是可能就是稍微煮了一下就这样吃了，对，没有外面的那样的香，对，是吧？那种味道，重口味。我在这屋里会弄我。弄啊，要不是那个秀啊，那个台子是三江的秀啊，多多去做牛肉烧嘛。哦，就讲烧个嘛。就讲烧个。啊。好，好家。还可以哈。还可以。所以啊，这个蛏子就是兰州人家讲个蛏子，也蛮好吃。这到底弄五呢？我们来看下这个原材料有什么。蛏子炒丝瓜的原材料有蛏子、丝瓜、西红柿、大蒜。好，我们看完了这道菜的原材料，发现它原来是和这个丝瓜在一起煮这个蛏子哈。对，为什么选择用丝瓜呢？因为这个时候丝瓜差不多上市嘛，丝瓜是比较爽口，但是蛏子呢，很鲜，很鲜。就是我们把丝瓜跟蛏子这一搭配，就非常的鲜美。嗯，但是丝瓜加起来都好鲜哈。对。好，给讲过来五个都在。这个蛏子之前是处理过了。这是我们拿的洗的，因为大家都晓得有啥哈，蛏子是在泥巴里长大的，嗯，但是它是养啊，多洗啊，是完全是泥巴可以洗掉的，没关系啊，在家里多养一下啊，就是用水多洗一下就可以了，洗一下啊，就没啥了。首先锅中倒水，稍微加热后将蛏子倒入锅中。刘大厨说了，不能等水烧开了再将蛏子倒入锅中，不然蛏子还没将沙子吐出来就死了，影响口感。等水烧开，立刻沥水备用。接下来起油锅，将大蒜、生姜煸香，然后将丝瓜倒入锅中，翻炒一会后加水。好，这个烧丝瓜的时候是要加点水的吧？对。啊，所以加水呢就要加这个润田翠啊，含硒的天然矿泉水。我们先用这里边更好加点水啊。是旺刀。为了让这道菜更加的鲜美，我们将蛏子的外壳放入锅中，用大火翻炒。刘大厨说了，将蛏子直接放入锅中，炒久了肉质会变老。哎，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壳放进来炒一下呀？因为这个壳呢，它有蛏子的鲜味在里面。哦，等下肉啊，它要怕它老晚一点了才行。所以说啊，这个壳啊，虽然是不能吃。但是呢，放在锅里头炒还是可以炒出鲜味来的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了啊。接下来放点生抽、一点盐、鸡精、一点糖、一点胡椒粉，翻炒片刻，将西红柿倒入锅中，再加点，再加点这个润田翠，含硒的矿泉水啊。这个把我们家这个蛏子的肉放进去。最后加点陈醋，一点鸡汁儿，这盘好吃的蛏子炒丝瓜就做好了。好吃，好吃，好家好家，好家好！今年在屋里五个龙，给我弄好家老表啊，好吃。我刚刚两天晚在屋里是会加辣椒嘛，是吧？放点子辣椒，然后我也不在家辣椒。嗯，我也不放好多辣椒。这就冒放辣椒。这个味道好吗？还可以吧。好家。丝瓜跟这个配，丝瓜跟这个配合起来是什么感觉？一种一个要鲜，两种都是鲜的，加土丝瓜都是鲜的。原来冇跟丝瓜一起。我冇，我就专门讲我烧，就讲那讲我烧个。好。当的好吃啊！好家，好家，我们家的就吃生瓜了哈。就生瓜了。哎呦，还讲完再念点子了啊！好，这个蛏子炒丝瓜就弄好了啊。这个大家吃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丝瓜也很鲜，蛏子又好吃啊。做这道菜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这个在注意就是蛏子啊，它有点伤，在家里的时候要养一下，用清水多冲洗一下，要冲洗。在炒的时候呢，注意蛏子呢，它就是比较鲜嫩的，在锅里的时间不要太长，那就可以了。好的，那蛏子炒丝瓜，大家都好味了吧？蛏子炒丝瓜，哎，各种搭配还真的不多见。弄得出来，保存原放的饭桌上，让人眼前一亮。好，观众朋友们，这道菜弄上了，就送到哪个先烧眼里。那我们今天呢，
来到的是春晖社区，其实手上这道美味可口的丝瓜烧蛏子送给谁呢？我们先把社区的工作人员请出来，来欢迎。你好，姐姐怎么称呼？Hello， 大家好，我叫万春燕，我是春晖社区的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下，咱们社区有没有需要这种，我们去给他送菜的？有，我特别想送给我们社区十多年工作的一个志愿者，一个老居民，他就是我们的那个张桂兰。张阿姨是吗？那她平时是帮社区做一些志愿者工作，对不对？对，那个其实我在社区也有七八年了，然后她这么多年来的话，我看在眼里的就是刮风下雨，那个夏天我们创建的时候那么高温的天气，她也跟我们一起在下面劳动啊，其实很感动，所以我特别想把这道菜送给她。那我想问一下，平时咱们通知志愿者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通知他们过来呢？很简单，我们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就会过来。那我们今天这样吧，我们今天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给他一个惊喜好吗？可以，先不要告诉他是什么事情哦。哎喂，张阿姨啊，那个你能来一下社区吧？哎，我在社区等你。好，好，拜拜。那我们平时通知他的时候也是这样，就什么事情都不说，就直接喊他来？没有，我们就是每次这样说他也大概知道，一般就是说志愿活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事情就安排他给他做一下。好，很热心的。行，那我们现在来等待张阿姨吧。好。小曼，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哎，张阿姨你好。这位就是张阿姨是吗？对，这就是我们的热心居民，也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社区工作的张阿姨。这次正好我们张阿姨正好我们那个地保当家呀，在搞那个我们搞活动，在这里烧菜，然后我就选了一道那个清淡可口的菜送给你。哎呀，太谢谢你了。阿姨平时爱吃蛏子吗？爱吃。那会这样烧吗？我们今天用的是丝瓜烧蛏子哦。我不会，我就是那个辣酱油了辣椒烧的。这样烧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烧吃也会很美味。那我问一下哈、就是小万，平时这个张阿姨帮助我们社区会做一些哪些事情？做的可多了。像我们张阿姨的话呀，其实有多重身份，是我们的楼栋长，也是我们的文艺队长，也是我们的义务监督员的那个队长。他其实很热心，我们工作的，像我们的邻里之间的关系啊，那邻里纠纷调解都是我们张阿姨的，所以说我们张阿姨就是我们社区的宝。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社区工作变得更加好展开，邻里之间也更加的融洽。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什么愿望，希望我们美食热心地替您实现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1-6800，我们尽力替您实现。好多地方都有志愿者的身影，节目是上面的一个金牛，那是感恩爱心转发者的行动力，让更多人得到了帮助，在这里特别感谢节目的辅助。大哥，你不能诚实的告诉我，你今天来几号点了？我诚实的告诉你，是的，我一个月赚3万块。哎，到现在把我老实话啊，你是谁一个月赚了3万块钱了？3万块钱了，你不是让我诚实的告诉你吗？对呀、我是乘以10以后，就是2万块钱。我带你还来牛啊，那不是我秀啊，真是。爸爸，那是比从床单你看还放了200块钱呢。对呀、钱一斤。床单如果你有洗了，他床单妈妈洗了，他都没有骂吗？爸爸，你儿子给我带走。你别笑。老婆。处长。啊，今天有个同学聚会，我自己。结了。来结。给你，给爸结了。啊，两百总交了了。哎，是的意思啊？啊，那要300，那是好过分的，越来越过分了。那是我说啊。你玩什么？别玩，别玩死。太过分了，你玩什么？别玩死了，秋哥，快走，快走。哎，杨老师。啊，我问你个事噻、你们男的耶，
是不是都存私房钱？非吧，还有哪个不存私房钱干？哎，你老公存私房钱不了？绝对不存。绝对不存，还现在没发现。哎，你老婆晓得你存私房钱不哩？当然不晓得，其实发现都有的。我个私房钱给到哪里啊？不给你话了，给到挂衣橱里。哎，冷天里我就拿钱塞到一个导人山里了，冷天里我就拿钱塞到别人家里了。哎，这都有发现的。哎，你到哪家？好，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把在今天的国立学生告帅风电机官方播出的地方当家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气成灶就是这么健康管地方当家就是这么开心你好你好我还是老师干三场点子我们不见不散你好再见拜拜店长没有吹牛啊对之前还稍微腌过了一下对肯定的腌制了一下好喇叭我就把它好喇叭就行了对吧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也就蛮辣的嗯不辣不辣真不辣是那种多种的那种辣味发现了吧哎呀应该觉得羊肯定是那种香辣的锅底嗯当老多牛牛啊就是而且很有味道好歹一个牛牛啊